麻烦你看看这些题目哈，然后帮你把这算出来，这是基本的哈，锐角三角函数怎么算？如果说你忘记好了，我是建议你，你就把30度、45度、60度，把这三个直角三角形画在旁边，随时间提醒自己。题目怎么说？他说把 sin 45度，这中间没有写，代表中间省略什么号？乘号。把 sin 45度乘上 cos 60度，加上把 sin 30度乘上 cos 几度？ 45 度，这样行不行？所以说一个一个把它算出来，行不行？来 ，sin 45度怎么算？ 45 在这，平平的 sin 根号二分之一，这样行不行？ cos 60度， 60 度怎么算？ cos 60度， 60 在这，平平的 sin 直直的 cos， 所以 cos 60度是几？二分之一。在30度也是一样，30度在这，平平的 sin 二分之一，好嘞，乘上 cos 45度，四数在这 ，sin cos 根号二分之一，这样行不行？各把它乘开，好不好 ？OK， 乘开自己，这边相乘自己，二根号二分之一，加上这样乘起来自己，二根号二分之一，这样行不行？分母一样，把分子相加，行不行？分子一加一是几？二，好嘞。可以哦，所以说写到这边之后，老师跟你讲一下，二和二可不可以分？可以，约分约掉变成根号二分之一，把有理化上下同乘根号二，二分之根号二是出来了。OK， 换这边，这里怎么算？老师问你，你喜欢拍吗？不喜欢，所以说碰到拍怎么办？把它转换成什么度行不行？180除以4，所以算出来是几度？45度，这样行不行？加上180除以6，加上两倍sin几度？30度，加上 cos 45度，这样行不行？这一样 cotang 几度？45度，减掉 sin 45度，加上两倍 cos 几度？60度，这样行不行？麻烦你一个一个把这些把它算出来，这样可以吗？好不好？麻烦你一个一个算出来，行不行？来告诉我，tan 45度，四数在这 ，sin cos tan 一分之一是几？一，这样行不行？加上两倍 sin 30度，三数在这 ，sin 是几？二分之一，二乘二分之一是几？一，加上 cos 45度，四数在这 ，sin cos 根号二分之一，这样行不行？好，去乘上，这也是一样。cotang 45度，四数在这 ，cotang 是谁导数 ？tangent，sin cos tangent 是一 ，cotang 导过还是几？一，这样行不行？减掉一样 ，sin 45度，四数在这 ，sin 是几？根号二分之一，这样行不行？加上两倍多少 ？cos 60度是几？二分之一，这样行不行？二乘二分之一是几？一。好，写到这边的时候，麻烦把它整理一下，算出来是二加根号二分之一，这样行不行？对，一加一是几？二减根号二分之一，行不行？最后把它乘开，乘开时麻烦你 a 加 b，a 减 b， 用什么公式最快？平方差 ，a 加 b，a 减 b 乘开自己 ，a 平方四减掉 b 平方，根号二分之一平方二分之一，行不行？算出来答案是几？二分之七。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哦 ，OK， 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 ，OK。